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 gomarkets 每日财经快讯。 gomarkets 一站式全中文服务，为您的交易助上一臂之力。今天是8月9日，星期五，我是 Mike。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昨天澳洲的本地市场情况。那么在周一周二，我们知道呢，由于中美之间的影响以及人民币破七的负面效应，使得全球股市是出现了下跌。但是幸运的是呢，在周三和周四，基本上来说，澳洲以及美国股市呢均出现了连续的反弹。在昨天这个亚洲盘时间，澳洲股市是上涨0.7%，再次回至6570点的价格。中国股市呢，上海和深圳也均有大约1.2%至1.4%的涨幅。但是目前来说，上证指数还是在3000点以下。那在欧美方面呢，英法德的涨幅要超过中国方面，最少的上涨0.9%，最多的上涨幅度达到了2.8%。在美国方面，三大指数也同样出现连续的反弹，其中道琼斯指数上涨1.4%，纳斯达克科技指数涨幅超过了2%，并且标普大盘最终也上涨达到了1.6%。在股市以外地区，黄金价格连创新高，目前金价一度是爬上$1500大关，最新的报价是$1506。那么石油价格呢，则继续维持在$52.60的低位。最后，比特币目前的报价大约是在$11800左右。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我们首先先来看一下澳大利亚本地两家知名的上市公司，澳洲最大的银行联邦银行以及最大的养老金公司安保集团最新发布的财报。那么我们知道呢，从7月1日开始，澳洲财政新的一年中，陆续有上市公司发布他们的财报。在本周发布的财报中，最著名的两家公司就是银行业的老大联邦银行，以及养老金公司的最大的那家就是安保集团 AMP。 那么从银行联邦银行发布的财报来看的话呢，它在上一个财政年度的净利润是86亿澳元，同比呢比前一个财政年度是下降了8%。其背后也是说明呢，在过去两年中，这个地产下滑所拖累了银行股的净利润。那么其他方面呢，我们也知道呢，从财报上披露的数据来看，个人贷款的违约以及房屋贷款的违约的比例也稍稍在增加，尤其是在昆士兰和西澳地区。那么这两个省份呢，也是在过去两年中受到建筑业和零售业打击最大的两个省份。其实我们知道，从就业的人数来看呢，澳大利亚雇佣人数最多的其实就是建筑业和零售行业。那么在过去的几个月，央行的降息包括政府的各项刺激计划，挽救的就是建筑业和零售业的雇员。所以说，如果说我们说的这个零售业不景气，或者说建筑业不景气啊，裁员也好，降薪也好，那么对于整个经济的恢复将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啊。所以说，挽救澳洲的就业，说白了就是挽救零售行业和建筑行业。那么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呢，我们知道澳洲的银行其资产60%是来自于房屋抵押贷款啊，有些是来自于民用，有些是来自于商用或者是工业。但是从总体情况来看，从今年降息之后呢，目前的民用房价正在逐步回升，这也是目前我们 Go Markets 相对来说在中长期看好银行股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而现在银行股的股价虽然说没有之前高，但其价格也反映出民众对于其利润下滑的一个预期啊，所以最差的时间或许已经过去，那么未来的上涨我们希望它能够将会持续。说完银行，再来说一下安保集团 AMP 集团呢，是我们去年也曾经推荐的，但是一度是遭到了30%左右的下滑。 AMP 集团呢，应该说在过去的两三年是非常的倒霉啊，自从皇家委员会调查报告发布以来啊，这个不断的是出现了乱收费啊、多收费的情况，他们的董事长 CEO 相继辞职，有可能还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啊。 AMP 的股价呢，也是从3-4年前高峰时期的10澳元跌到现在不到2块钱，包括我自己损失也非常的惨重啊。但是我依然认为 AMP 集团在澳洲还是有非常多的优良资产，即使他出售了很多人寿项目、人寿的这个资产，但是光是商业大楼，他在墨尔本和悉尼的市中心就价值几十亿澳元。所以呢，虽然说这个公司在过去几年遭遇了很多的坏消息，
但是我一直在等待啊，它这个从底部的反弹，因为从10块钱掉到2块钱，那么从2块钱如果我只要反弹到3块钱，其反弹力度就达到了50%。但是如果我们保守一些来看的话呢，至少我们需要从下一个季度或者下半年的财报上能够看到 AMP 的财务情况在好转，开始盈利了，开始赚钱了，这个时候我们投资者再来进场啊。所以我一直保持的理念呢，就是呢，我们宁可少赚钱，但是呢也要赚得稳啊。好了，第二个话题我们来说一下的呢，就是有关房地产的。我们知道呢，在悉尼啊，过去的一个月，有一家知名的房地产公司，中文是叫做未来集团，它宣布破产倒闭。很多投资者的钱呢，特别是那些购买楼花和期房的首付，都没有办法兑现。那我们都知道，正常来说的话呢，这个首付不是应该放在信托账户吗？那怎么会开发商倒闭之后一分都拿不回来呢？那经过我们的一番调查之后呢，我们发现呢，很多投资者其实并没有把这个钱放到了律师的信托账户里啊，而是呢相信了开发商15%的承诺回报啊，把钱呢以无抵押贷款的形式借给了开发商啊。什么叫做无抵押贷款呢？就是我问你借钱，但没有任何的抵押品，要是我还不出来了啊，那你什么东西都拿不到。所以现在这个未来集团倒闭之后呢，很多的投资者当时因为希望想拿到这个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啊，15%啊，大家想一想，如果我投的是10万，这个房子要4年造完，那我今年投10万，每年拿15000的利息，拿4年之后，那我这个10万是不是变成16万了啊？那我买房的时候呢，等于说整整是少花了6万块钱就可以买房。所以说很多时候啊，看似天上掉下的馅饼，其实并不是这样。我们在做投资的时候一定要往最差的可能去想啊，就是我这笔钱投下去最差的可能是什么，你千万不能只是想好的而不想差的啊。所以我也一直跟大家说，有的钱我们能赚，有的钱我们不能赚，就千万不要碰。尤其是像现在这种听上去特别啊稳定可靠没有风险的，其往往背后是蕴藏着巨大的阴谋啊。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本期 Go Markets 每日财经快讯的内容。另外，我们在下个星期天，也就是8月18日，将会在东区墨尔本东区的 Glen Waverley 酒店再次为大家举行第3季度第一场的投资讲座。那么在这次活动中，我们除了会讲在目前中美贸易纠纷背景之下啊，哪一些股票需要换，哪一些股票还能买之外呢，第二部分我们也将会邀请到一位知名的装修界的也富有经验的老师傅，给大家详细说一下，如果我们自住房装修或者投资房买个旧房，如何在短时间之内多快好省把它翻新之后再卖出去。相信很多华人朋友们对此一定有很大的兴趣，欢迎您到时报名参加，报名电话就是86580602和86580603。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